里有笔啊。你可以换蓝色，蓝色的我们先。那是白色的。你们要先从颜色先。阿姨在帮你，阿姨妈妈在帮你画。然后你先要把水画上。那你我就随便，你想要画什么颜色就画什么颜色。你不用站着画。好，你想画什么颜色就画什么颜色。想画什么颜色？但是不要站那么多，不要站那么紫色蛮好看的，你可以换个紫色、啊。这里还有别的、啊，这个是干净的吗？你可以选红色啊，或者选别的颜色。太多了，晶晶。好，晶晶桃色在哪？那边吗？在这里。对。我觉得这桃好可爱呢。真的啊。好，那可以沾它沾一下。我画这边也有。你要我要看上它，你就把它稍微这样子。对。对，再刷一点点嘛，然后再开始画。我们要看，对，我们要画。